穿这一套。哇，你超常穿这一件，我超爱这一件的，我超喜欢，我喜欢我就会一直穿，而且我觉得它很百搭，就是我真的很喜欢穿它的白色，因为它白色搭在里面就是超级百搭，什么都可以搭。然后它这次出的绿色就是完全单穿可以直接出门，没有不会觉得自己很赤裸。我今天在路上就碰到一个 UU 人，然后他就穿着一套运动套装，然后穿这个的白色，嗯，很好看。怎么办？又出了一个绿色的。哎，之前再给你搭，这件又可以搭了。哎，这个真的很百搭。这一件叫做 Morning Cafe， Morning Coffee Shirt。然后像如果我这样子搭的话，我可能下面是搭同色系的 Biker Shirt Legging， 或者是一般的黑色 Legging 就很好看。然后如果因为最近太阳很大的话，你们就可以搭一件这种薄衬衫。然后就很喜欢露肩膀，就是右肩膀总是觉得比较冷。左肩膀总是比较温暖。交叉背心16452321穿 S OK 吗？我觉得321的话是 OK 的，164的话，因为其实那件交叉背心，你可以自己决定说你要绑的松紧度，你可以自己觉得你的胸啊不喜欢太闷，不喜欢太紧的感觉太勒，你就可以绑松一点点，这样穿也很好看。这套之前还没有上架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跟我们服装师说，我可以先穿它吗？这套好好看，我想先去拍照。牛仔裤是新的吗？今天的新品是条纹那一件牛仔裤。你看一下这边 ，Biker Shirt 材质跟 Essential Biker Shirt 一样吗？我觉得有一点点，哎，摸起来差不多 ，Essential， 嗯，差不多，差不多是差不多的感觉。我买好大哦。很大吧，很好看，很亮眼的颜色哎、欸，我觉得感觉不同哎、欸，对，我觉得感觉不同，我觉得紫色有一种质感的，对，高质感，然后桃色就是一个很阳光青春的感觉，好像桃色你穿就很辣，很辣，但紫色就是微微的那种，对，高质感 ，rose 感。我这件叫做 Morning Coffee Shirt， 我现在穿的是 S 号白色，它有点淡色，对，波尼的有点淡。哎，我的挡住。对，那我重开。对 ，Moni 的可能要重开。大家等一下哦 ，Moni 的重开。Jeans waist 25 and hip 35。Moni 那边超卡，有我们重开喽。圆圆衬衫是什么吗？是 S 号哦。S 号。Alicia， you can take S size。这件粉色的有吗？有，这件衬衫有。它超多颜色的。真的，它还有粉色跟蓝色，都是浅色系的。如果你的衣柜里面目前还没有衬衫的话，我觉得你就直接考虑这一件衬衫，因为它在防晒、穿搭或者是就是实穿性是超级无敌高的。你大概入手它之后，这个夏天你应该会拿它5-6次，因为它真的是一个防晒好伙伴，之外又可以当冷气房的小外套。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就是今天想穿 oversize， 里面不想要想说要穿什么，他就直接扣起来，男友衬衫感就来了。没错，哎，它其实是完全遮蔽，因为它其实比 no comment 买过我们家 no comment 都知道。有人说想它的粉色，这里有粉色，这里有粉色，有看到的，有。哎，你可以穿粉色吗？搭在一起好像也蛮好看，同色系好的。Can see the M size？ We don't have M size here today。Sorry，Daffy， 我等一下下播跟你说，因为我觉得不能乱选，我需要思考一下。这件我自己有买，我有拍照。这一整套超好看，超好看，我自己很喜欢。我前几天二手拍直播也是穿这样一整套，播了2个小时，然后很舒服，完全不舒服，完全不会不舒服。塞得下塞子，应该是塞得下，但是就是哎，只会比较舒服。你是说哪一个？刚刚你穿的那件条裤子？对 ，XS 吗？XS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，因为我刚 S 号拉了起来，你 XS 加应该是，因为我刚穿 S 加，它只会是手可以，两只手指头可以进去这样拉。哎 ，Molly 来了 ，Molly 来了，这个衬衫也不错看，我超喜欢这个衬衫。这个它不是有那个它是那个 No Comment， 但是被我拆掉了。我自己无时无刻也都搭夏天就是其实就是随便穿，然后搭一个衬衫，我就是也可以防晒。刚好也可以防晒，不能晒黑。这件好舒服、哦，这裤子超舒服哎，好像没穿。想看明明穿 Ride Your Life Up， 留言了3次都没看到。哎，我们真的没看到呢，是不是被吃了？留言被吃。如果我们。
们没有回复，我们基本上都会回复，如果没有回复就可以再多留。Live 现场好像没有哎、欸，露露也不在家，对，现场没有，我记得没有，我去看看。我这件上衣我要穿 M 号 S， 真的有点太紧了，就是衣服都被我穿不好看。我去等一下换下一件好，因为它有点翻下来，因为太紧不合我的身材。但是裤子的话是很刚好，裤子的话我是 S 号，这件好舒服。我觉得这件超适合去运动的。想看 Serena 穿上周咖啡色背心，等一下问她。条纹裤子我穿得下 XS， 因为我那时候穿，我刚刚穿 S 的话是有一点略松，就是还会有两个指头的距离，但是我个人还是会选 S 号，因为要留一点吃饭的空间给自己的肚子， XS 就太合了。Serena 在换衣服，等她一下。还好我今天是穿五分，今天都穿偏辣的，夏天就是要这么凶啊！你们还是觉得我穿桃红色好看，那我回去下单桃红色，因为我是看圆圆穿紫色，我觉得好温柔哦。但我发现我好像比较适合坏坏的桃红色。我的腰围目前是23。哎，我跟你想看后面姐妹装，同一套，但我穿你是 M 号，我穿 M 号，因为你看我不合。对，我之前我前两天二手牌也是穿 S 号，也是会翻，所以这一件你们一定要拿对尺寸。我们是。像明明是32D， 我是34D， 我们一定要穿 M 号，不然就会像明明现在这样。我们是我是不合示范，他是正确示范。我是正确示范，就是我们一定要 M 号，就是这个就是一定就是看胸围拿。然后它里面很棒的是它有做这个防滑胶条，因为平口就是最怕你穿一穿，然后一直滑一直滑，然后你就要一直拉一直拉，所以它就是上面做了防滑胶条。然后下面做了这个松紧带，所以你下面也不会曝光。然后是有胸垫的，所以我里面是没有在贴东西。我是有贴 New Bra， 但其实这件我自己本身有买，但是 S 号对我来说就是真的不太适合，因为它下面也会有一点翻进去。然后对，这一件我来找给你们看，桃红色平口有在家吗？桃红色平口哪一件？哪一件？321要拿 M 号，321我觉得一有，因为我是大 D 小 E。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舒服一点，你拿 L 号；如果你想要比较集中的感觉，你就可以拿 M 号。像如果我的话，我就会喜欢舒服一点。你现在是穿 M 号吗？对，我现在穿 M 号。你搜寻阳光健康俱乐部，其实就会有了，或是搜寻 Wellness Club。那我去换下一件，好，因为它。太小，对。好，想看白色耍铃表 pen S 加。哎，那边好像，哎，这边，没有换色，可是这好像不知道是 S 加，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 S 加。嗯。看有白色，只是不确定它是正常的还是加长版。有人说明明应该是穿橘色，你是说橘色的针织上衣吗？可以，那刚好有一整套。等一下让明明换，这个绿太美，这个绿真的超好看。然后我现在全身都是 M 号，然后我觉得单车裤或是瑜伽裤，就是这种紧身的裤子，就是分享一个小秘诀给你们，就是你们可以这样左右往上拉一点，就让它有一个弧度，就会让你感觉腿比较长，然后腰比较细。你看远看，如果拉平的话，就会感觉肚子比较大，还是我自己误以为有。就是我自己都会习惯这样，就会觉得哇，好像腿多了一公分，然后腰细了一公分，这样好像就是感觉肚子比较大一点。想看 Nova Knit， 好，我等一下来找找看，应该有，等一下来找找看。请问现场有 Everyday Leather Skirt 吗？想看明明穿，我等一下找找看，所以我等一下找的是 Everyday Leather Skirt 跟 Nova Knit 好。想看 Peaches 白素，好，
镜。